樱花季将至，想不想学一款唯美的樱花款式呢？今天艾米就为大家带来了这样的款式，快准备好这些工具吧。完成小鹿罐装胶的裸粉色打底，用格纹笔取雷尼原创彩绘胶的白色，在甲面画出一朵完整的花。再在下方画出三个花瓣，找灯，重复为花朵上色以增加颜色饱和度。再画出两片新的花瓣，找灯，刷上一层加固胶，找灯，用小笔取红色彩绘胶点出花心，并稍加晕染，拉出纹理。用花瓣笔将颜色从中间向外围晕开，再用同样的方法画出下方的花心，并晕染颜色。找灯，接着用拉线笔取红色画出花朵的褶皱纹理，然后就是完善花朵的细节。找灯，用拉线笔取白色彩绘胶拉出纹理线条，并勾勒出樱花的边缘。找灯，最后刷上封层照干就可以了。快准备一款美美的樱花甲迎接花季吧，喜欢就赶快练习，商品链接在下方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